知道骑小电驴散下班最痛苦的是什么吗？就是遇到恶劣的天气。突然暴晒的晴天会让你晒黑晒伤，刮风的冬天又会让你瑟瑟发抖，特别是暴雨天气，豆大的雨滴像妈妈的巴掌一样甩在你的脸上，让你寸步难行。既然你都懂，那为什么不看看这一款携带多功能遮阳棚的台铃 Q5 三轮车呢？全包裹式的大棚像妈妈的怀抱一样为你遮风挡雨，从此不再害怕严寒酷暑。哇哦，你看这汽车级冷发泡坐垫，哇哦，你看这双透镜高亮大灯，哇哦，你再看这超大显示仪表，两轮的价格，四轮的体验，骑上它，你就是非机动车上最靓的仔。